由华谊兄弟出品发行，鬼才导演徐鹤执导，赵又廷、冯绍峰、Angelababy、刘嘉玲等主演的古装悬疑巨制《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即将于9月28日再度出击国庆档。昨日，影片在京召开了非常有料终极预告片发布会。预告片中首度曝光了龙王和巨型怪兽，令观众极为震撼。而赵又廷、冯绍峰水中驾驭神驹的水下 3D 效果，也让观众赞叹前所未有。大理寺有内鬼。狄仁杰，狄仁杰听命，本宫任你为钦差大臣，专办神都龙王一案。对上。当天现场，徐克导演还为大家揭秘了《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幕后的华语电影最强技术，由中韩顶尖团队组成的幕后阵容可谓亚洲天团。陈国富和刘嘉玲也亲临现场，与徐克共叙3年狄仁杰情谊，而刘嘉玲更是被陈国富和徐克盛赞，获封演艺圈的贵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贵族吧。比方说，就是因为你一举手、一投足，或者不管是戏里或者戏外，都能给我们很多。这个想象，我觉得这种想象空间跟角色结合起来，会有一种仰望的感觉。真的吗？我有让大家有这种感觉吗？我想我做每件事情都恰如其分吧，然后做每样事情都很真诚，然后投入，可能是这种感觉吧。不过，自认为在娱乐圈恰如其分的刘嘉玲很是谦虚。他称影片中的另一位女主演 Angelababy 不仅比自己小24岁，也比自己美太多。就我会想到我年轻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 Angelababy 比我小足足24岁。我在想我那个时候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他会勾起我一些回忆，然后又可以带我进入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环境。那她的状态跟你24岁的状态一样吗？现在看哦，她比我漂亮太多了，啊，真的。当被问及是否有意与老公梁朝伟合演一部徐克的电影，刘嘉玲却表示还是不要了。有没有说想推荐一下那个梁朝伟先生来，就是一块演一下？梁朝伟有演过你的戏啊？就是接下来的那个。其实，梁朝伟，我一直在想梁朝伟要演什么，我真的还在想。其实很想跟梁朝伟，当然我一直都想跟梁朝伟在做一些可以这个大家流传的比较长的一些作品，这些想法。所以如果梁朝伟先生演的话，你会想到让他演什么吗？或者会跟嘉玲姐搭档吗？想不要啊，暂时还没想到，想到也许会共同一下。搜狐视频娱乐播报，北京报道。大家好，我是那英，您现在观看的是搜狐视频。